其实我想要问野劳，这次设计的理念为什么会这么使用这么暗红的红色？其实我蛮喜欢亮眼的颜色，但是他们是三个颜色让我选，然后我想要选一个女生，就是红色就会让女生看起来变得很怎么讲？不管是你看腮红红一点，气色红一点，就看起来就是会感觉比较健康，比较活泼，比较有感觉。对啊，从红色代表的就是很热情嘛，其实我觉得蛮符合女生的特性，所以它是最重要的。对你心情愉快，你的细胞就会很开心，它自然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那当然在饮食还有运动方面，其实我也还蛮注重的，尤其是饮食啦，因为工作很常要吃晚食，对，所以我现在都会尽量自己带便当啊，然后一天喝2000cc 的水啊，这样健康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要运动，就是有时间就是尽量让自己多活动，是预防胜于治疗。那其实大家平常就要多多注意这些相关的讯息。那在 HPV 这方面，其实我知道就是女生得 HPV 的那个几率其实是蛮高的，是。对，那大家其实可以就是用疫苗，因为现在疫苗其实很方便嘛。对，然后大家可以用疫苗来做预防。那还有那个抹片检查，是。对，而且如果你提早检查，然后如果发现了，就可以赶快去找治疗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反正就是疫苗加上抹片，对，叫他而且去找。